大家好，我是大维金辉钟表行阿 wing。东方表咧就翻咗几款新嘅病边炉，咁好多表迷都知啦。东方嘅病边炉系列咧又抵玩又多款，所以一向咧都好受欢迎。今次介绍呢款咧就系新嘅壳型，直径只有 38.4mm， 呢个 size 咧戴上手就更加复古同埋更有味道。手揸住呢只咧就系象牙色面，配以银色嘅时标同埋蓝色嘅长短针。三点钟有日历显示，而六时位咧就有一个细秒盘，表面咧都系做咗个拱面玻璃，所以望落去咧就好复古。再配以一条啡色嘅真皮表带，呢款手表系采用紧东方嘅自家 F6 机芯，可以自动上链或者手动上链。除咗象牙黄面之外咧，仲有我呢只黑色面，黑色面咧就衬翻个银色嘅小秒盘。而长针、短针同埋十二点刻度咧，都系用咗银色，跟住仲有最后呢只银白色面，银白面咧都系衬翻支蓝钢针。咁呢套系列咧都有防水30米嘅功能。东方病边炉呢套系列公价系2830蚊，咁我哋都有个超级优惠价俾标迷。咁有兴趣标迷咧，可以上嚟门试试下。今集介绍到呢度，下集见。